好，剂子拿在手里，咱们大拇指放平，然后给它压，是为了让它把面压实啊。面压的时候不要使劲使劲往里怼，往里怼，那你的面就会不均匀。你看现在是齐刷的，是吧？然后给它放上糖酥条，糖酥条给它码上来。哎，不用说，我必须得码得利利整整，不用，给它有一块就可以。然后右手在下，左手在上，使劲往下压的同时，然后手慢慢的往下移，然后要均匀受力。好，再来，要均匀受力。来，然后大概在65厘米左右的时候，咱们开始上劲儿，一个手往上，看往上，结。往上的时候，这个手别使劲压，你使劲压当然瘪了。对，它轻轻的辅助拿起来，这个手也是，这个手看这个手往上越，看见了吗，小妹儿？往上越，然后往下来，这个手往上搓，这个手又出来了。啊，两个手互相配合，然后上完劲儿之后往里怀带，带完之后了，左手拿过来往前一推，好嘞。然后这个边沿的时候，咱们给它搓一搓。哎，搓成小钮，然后给它塞进去。好嘞，这就是两股麻花。好。